一本族谱从头翻到尾，那些个名字不是奴婢就是丫鬟。找到了，陈平安平白无奇的，反倒令人琢磨不透。马先生是跟着齐先生行鲁莽之事，还是延续文圣的传承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齐先生，接连几场架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了。那个外乡少女杀死了你的第一个师父，但是你盯上陈平安是为什么？我真武山兵家修士练的虽是杀人技，但绝非滥杀者。帮我跟袁爷爷说，娘子还等着那座披云山呢。曾想读书人竟是骂不还口，不晓得是不是打也不还手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后顾之重，一座镇武山承受不起。